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史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前几天我们到工程师的主场去看球，在这边要特别感谢工程师的同仁带我们呢去参观球场，还有 VIP 包厢，还帮我们选了就在球员后面第一排的位置，看得真的非常爽啊！我觉得工程师第二季真的做得越来越好了，比起上一季，球场增加了很多硬体设备，像是天花板上的四面大电视啊，非常舒服的 VIP 包厢等等。硬要比的话，虽然离 NBA 还有一大段距离，但也是一步一步的向国外来学习进步。我想这就是我们球迷要的，看到球团的用心，我们球迷呢也会很用力的给他挺下去啊。那这次呢也很幸运看到钢铁人的新洋将，也就是俗称的水货状元 Anthony Bennett 在 P League 的首秀啊。看完之后我觉得这个状元水归水，但是要在台湾打自然还算是绰绰有余啊。当王柏智在三分外线持球的时候呢，其实辛巴就离开禁区了。好，这是帅的机会，终于感受到一下他的强势了。谁说我不凶啊？现场看他扣篮真的很猛啊。回到主题，今天哥要跟各位介绍的这双不是鞋，是回忆啊。到底是哪一双呢？我们就先从鞋盒开始介绍起吧。好，各位看到这个鞋盒就知道是哪一代啦，很明显哦。不过你看影片的标题应该也看得到啦，非常 OG 的鞋盒哦，上盖是这种纸箱的颜色，中间有个跳跳人，然后边边是红色的。好，这边呢有写一排字哦，写什么呢？写 Quality Inspired by the Greatest Player Ever。好，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啦，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双鞋子本体到底长什么样子吧。噔噔，就是这双 Jordan 12代 Playoff 配色。好，每个鞋迷心目中呢一定有一双对他特别重要的鞋款，这双不一定是最贵的，也不一定是最稀有的，但一定是充满最多回忆的一双，而我就是这双 Jordan 12代 Playoff 配色。这双为什么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呢？因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双 Jordan。 那时我好像是国二吧，我记得存了好久的钱才买到，所以每次打完篮球回到家呢，都会坐在玄关把它仔细的擦干净，宝贝到不行啊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我想不起来这双后来到底怎么了。哎，毕竟也是二十几年前的事啦。我记得在当时有个刘德华的手表广告，帅到不行啊。有没有停止住你会爱上我？在这首歌结束之前，你会爱上我。然后手表后面写着天长地久，我靠，也太帅了吧！感觉好像买了这只表就没有追不到的女生啊。好，扯远了，回到这双鞋。这双鞋当年我买好像才150块新加坡币吧，大约是台币3000块左右。现在复刻一双7200，去年12月复刻 Taxi 那一双才6300啊。啊，怎么过个年就硬生生多了900？ Jordan Brand， 你不要太过分哦。要不是看在离上次复刻等了10年，不然我可能有点不想入手了。好，不过这次复刻还原度呢，我觉得还算高啊。我们就来介绍这双鞋子的外观吧。这双呢跟 Taxi 完全相反哦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鞋头这边呢，前面外侧是白色的，然后呢它这边呢是有个银色的一片在这边，然后它的鞋身黑色的部分呢是有点像日本那种太阳旗一样的条纹哦，这样子刷出来。上面两个鞋带扣是经典的银色啊，上面有个跳跳人浮刻的哦。好，然后它的鞋舌呢，上面有个红色的小小的跳跳人，然后鞋舌就是非常经典的，上面就是写着23啊，二呢是用英文 TWO， 然后3是呢是阿拉伯数字。好，然后它鞋子后面呢，鞋跟这边呢有个红色的跳跳人，这边呢写 Jordan， 然后23，红色的23哦。我觉得12代的屁股
最好看了。好，然后鞋子内侧呢也有一个小片的白色，这边不对称的哦。哦，我们看前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不对称哦。哦，这个设计真的是这么多年了，现在看都还是觉得很帅啊。然后里面的鞋垫呢是黑色的，然后上面有个红色的跳跳人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它的鞋底。它的鞋底呢是白色的，然后呢前面有个黑色的跳跳人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红色的小，上面写着23，然后黑色的地方呢是鱼骨纹，然后这次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它中间的碳纤维板全部涂成黑色的，哦，这看起来感觉就少了一点哦，不像以前看得到碳纤维纹路啊。那这双鞋的中底呢是前后掌都是 Zoom Air 哦，那这也是 Jordan 鞋款呢第一个使用 Zoom Air 的鞋款，我觉得穿起来感觉还蛮 Q 弹的哦，所以这双实战起来应该也是会蛮不错的哦。那这双鞋的尺寸建议呢，我建议是原尺寸，那我的脚型呢是正常的脚型，那这双我觉得还算版型还 OK 啦，哦，选择原尺寸我想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时隔25年再次入手这双，真的是百感交集啊，很多回忆，想起以前大热天可以在篮球场上打一整个下午哦，哇，真是太热血了。好，你心目中是否也有一双对你来说特别重要的鞋款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实穿照吧，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记得帮我按个赞，并按下订阅分享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